什么这儿连个窗帘都没有？就躺在这儿，没人看得见啊。我看你看得超清楚的。不可能。黑胶带是防台风的。什么时候台风？就去年的山竹的时候。去年的装置为什么还在这儿？因为台风总是还会来的嘛。我们看过他家之后，我发现他的整个的安全意识特别的低。一个女孩为什么这连个窗帘都没有？所以我们给他准备了几样吧，提高他的独居女性安全这一方面。拜拜，再见。是门铃啊，按这个吗？谁呀？我是主人，是房子的主人，芝麻开门。欢迎房间回家。欢迎。噔噔噔噔噔，欢迎回家。我先给你看一个这个，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智能门铃，这个门铃呢是。你不在家或者是你在家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看到外边的人是谁。这个门铃还可以就是改变你的说话声音，大大提升你整个的安全性。对，还有惊喜。拉开拉开，对，然后我们把门打开。哦，这个是一个门窗的传感器，我先给你看这个吧。哦，看，就这样就彻底，就是很快就把你这些所有的就盖掉了，盖住了。我今天给你看一个特别的装置，我先把灯关了。好，灯，哇，看到了吧？看这个，这里。哦，哦。因为我为了你，我是做了一个这种窗帘男友剪影嘛。别人在窗外看到你家的时候，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家，而且你就把你的身上变了，不是，对，不是独居女性，对不对？这个还蛮妙的，而且会有很多的剪影，有一点无厘头的感觉。而且这个还能看书的，打扫卫生的，就是各种，对。我觉得他也挺有心的，就是为独居女性的角度做了很多安全方面的装置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，先是安全，安全过之后我们再考虑你家美不美。对，后期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更专业的一些东西，把你整个家变得更舒适更美。